大树啊这。哎呦，我感觉我踩到的全是小龙虾。你别跟我聊天，我在数数呢，四，才四个呢。经常数一千个，你数学好吗？数学好吗？不好。你小心被夹到。干啥？没事儿，我掉了一个两个算什么呢？就有这么多呢？一千个，我们其实这个难点啊，就是在数数上。六一六二。你说有没有那种软件一键扫虾的那种，能帮你数出多少只的那种有吗？差不多吧。这个难题我们要不交给韩哥吧？交给韩哥吧。嗯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数学特别好。毕竟韩嘛，函数的函，函数的函，对不对？学函数厉害。差不多了吧？那我们差不多完成了。嗯。我们走吧。带着我们的一千只小龙虾回到岸上，我们要怎么把这个虾运上去？把船拉上去先，把船拉上去先。好，我们把船拉上去啊。那你顺便带我也拉上去。你要给我加加油。我觉得把船拉上去不太可能。那咋可能呢？啊！我终于上岸了！啊！我终于上岸了！拜拜。不。原来你这样的男人。你是这样的导演？去找救兵。我去看看韩哥有没有空。我不可能把这个船拉上来呀、啊。你先让我上来。对，你先上来。我以为你往后一踢船走了。我会怕。你老婆是没事的。我们就放在这里吧。对，就放这。好吧。特别好。我们把船都弄上来了。哎，真是太牛了。